他都没有完成感觉关系。王向乐，干嘛？我讲话的时候没有在听吗？十大有毛，你的衣服穿反了。小江了，笑容逐渐消失。大勇，你的衣服穿反了。行，我和严志明这一组也达标了。天哪，衣服穿反了！但是其他小组都没有完成原定的计划。虽然队长和教练都不在，但是我们要和他们在的时候一样，不要进，不要进。唐江乐，他干嘛？干嘛突然叫我全名啊？我讲话的时候你没有在听吗？哎呀，池大勇，你的衣服穿反了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换，帮你换，好好好。对不起，你没摔着吧？你居然推我。好，来从开场开始。